改成瘦子，而且最好还是刚上大学的学生，这个大叔和小萝莉会比较好。还有啊，哎，尹总，您的这个思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不要紧不要紧，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随口一说。我很好奇，您为什么非要买我的小说进行改编啊？哎，那还用说，因为苏小姐您是陆太太呀，您的小说无论怎样改编肯定会得到陆总的支持，能和陆总合作是我的荣幸啊。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兄弟的公司都说想来投资呢，苏小姐嫁给陆总可真是好福气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事情就先走了，谢谢你。江先生，这您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。我陆总，您让我查之前找嫂子的影视公司的信息如何呢？目前来说没有一家靠谱的。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简安，你以后不要忙小说改编的事了，我来投资，我建立团队，一切你说了算，好不好？伯言，我可以自己完成的。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到处跑，然后到头来还没有结果，这样我看到很心疼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你体谅我，但是你也答应我你会尊重我的。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关系。好了，我先上去休息了。